连进九个。十一九。人总是这样，不看好的东西就不愿相信。爱谈梦想，更喜欢怀疑，渴望奇迹，却说没有机会。但拿起篮球，我们就不想认命，不想输给自己，我们就是要证明给世界看，没有机会的人也可以走很远，就算只有1%的时间，也要拼上100%的努力，就算是路人，也要留下自己的名字，就算没有人相信，就算只剩下信仰，全力以赴就能成就自己。Hello， 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霸王，欢迎大家来到2020新赛季长沙站。Hello， 大家好，我是鹅黄。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路人王和抖音体育联合推出的比赛哈，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使用抖音 APP， 点击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关注来收看我们的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在屏幕下方小橱窗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路人王的周边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今天看到的我们路人王城市赛用球篮球，以及小霸王拿的路人王八强球衣啊，同款球衣都是我们今天重点售卖的我们路人王周边产品，也希望大家看比赛的同时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橱窗去购买。对，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球衣呢，它是八强赛的一个同款啊，八强然后我们总共有四个配色，有蓝色、白色，还有这个黑色、红色红色。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球衣的质量还是蛮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去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橱窗去了解。是的，我们的篮球也是啊，而且看比赛同时，如果说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可能也会有限时优惠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持续关注我们比赛啊。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首先我们会有一个精英制霸赛，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路人王和抖音体育联合推出了一个精英制霸赛，然后会在2020年11月29日齐聚武汉，来给大家呈现出一场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比赛。到时候其实有非常多路人王的新朋友、老朋友，集实力与人气于一堂的一些球员会在同场较量，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准时收看我们的比赛啊。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路人王秋季积分榜的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积分榜，排名1到8的是，周瑞，第二名是宋刘轩，第三名是柳阳杰，第四名是孟亚东，第五名是陈泽文，第六名是唐日辉，第七名是韩曙光，第八名是庄战啊，第一名是白金啊，刚弹幕挡住我。来看一下第八名到第十六名，排行第9的是周瑞，第10名是周电博，第11名是郑图腾，第12名是柯宇辰，第13名是
李宝兴。那柯宇辰也是在上场比赛中拿到冠军啊，在我们的重庆站，对，也是直接一个冠军失误积分啊，冲到了前十二名、啊、没错。那十四名是龚志祥，十五名是耿潇齐，十六名是张子阳。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排名情况，第十七名是王岩松，第十八名是马克，第十九名是江一阳，二十名是崔立超，二十一名是郭林川，二十二名是蒲秋润，二十三名是张家元，二十四名是戴江旭、嗯、这是我们暂时的啊秋季积分榜的前二十四位的一个排名情况啊。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会有三名这样子的一个签约球员、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娥皇是一个有着非常非常一个特异功能的一个男人啊、嗯、就是毒奶、啊、对，毒奶，这说的挺好听、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一场比较看好谁？比较看好谁？嗯，我肯定是压冠是周瑞啊，我肯定是特别期待周瑞、啊、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最近的赛程板我似乎没有看到周瑞在冠军的板子上、啊、对，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他好像最近一直没有参加比赛、我们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赛程情况啊、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往期赛程。十一月六号上海站的冠军是耿潇齐，十一月十一号沈阳站的冠军是孟亚东，十一月十三号杭州站的冠军是柳阳杰，十一月十四号重庆站的冠军是柯宇辰。那么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不同城市的比赛。十一月二十号是深圳站，十一月二十一号来到成都站啊，然后十一月二十四号会来到济南站，然后十一月二十七号会来到这个南京站。对，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赛程。那么大家在今天观看我们比赛的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丰厚大礼给到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比赛中参与抖音粉丝团互动，为你支持的球员打 call， 就有机会赢得我们路人王的一个精美周边。嗯，是的，我们赛前我了解到其实现场好像有非常多有实力的球员补位，我也想知道就是哪一些有实力球员能够补上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分组情况啊。嗯，一起来看，嗯，看一下有没有我熟悉的球员的名字啊。那么 A 组的话是蔡宙峰、杨祖贤、曹勇， B 组的话是黄志操、柯宇、文章， C 组的话是刘洋、彭丽帆、张雅坤。刘洋，哎，这是我们之前长沙站的冠军，对，今天也是补位成功，也是，其实长沙站的这个比赛啊，经常会有一些明星球员就不知道报名时间，然后就等着现场补位啊。C 组刘洋也是补上了、啊，所以说看点还是非常多 的。那 D 组的话是丁威、韩家乐、周瑞清、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组赛分组情况。E 组的话是谭豪文、易李周、刘东爽， F 组的话是周瑞、王新奎、李军， G 组的话是唐日辉、程金良、高小龙。 H 组的话，高小龙也是补位球员啊，对，所以说他们也是补位成功了哈、H 组的话是孟亚东、郝志峰、朴寒轩。这是我们八个小组的一个分组情况啊。嗯，没错，这是有三位球员是通过补位来到了我们的比赛啊。对，那我们接下来也是看一下这个夺冠热门是谁呢？是我们的周瑞，也是我们一个签约球员哈。对，他的身高是一米七四，体重七十三公斤，年龄的话是三十一岁，积分是二十七分，奖金是8800元。然后他的观众支持率是35.67%，真的是还蛮高的。对，因为这一场其实有三位签约球员在场，对，还有唐日辉和孟亚东，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有将近36%的一个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对，而且周瑞其实之前在武汉站刚刚是击败了白金拿到冠军，当时那场比赛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其实对周瑞这场比赛参赛也是非常期待的。也是我们路人王的一个六冠王哈。那么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把这个比赛画面交还到现场。我们前方现场的选手现在已经热身了。啊，是。一上来是 A 组啊、，A 组三个球员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之前的成绩有两位是拿过五强的球员。没错。分别是我们的蔡宙峰和杨祖贤、曹勇。嗯，
那蔡仲峰呢，他是路人王海口站的五强，身高1.75米，体重60公斤。嗯，王瑞聪呢是上海体育学院校队球员啊。王瑞聪应该是弃权了，那补位的是杨祖贤。对，现在是我们的这个补位的杨祖贤。曹勇呢是我们路人王北京站的这个五强，他身高是在这里面是最高的，1.90米啊，体重也是98公斤哦。体重98斤是今天所有球员里边最重的。对，重量级选手。怼派，所以说一上来他是第一个进攻就是往里怼啊。蔡仲峰他是之前主要是参与这个海南海口站比赛，对，也是全国到处报名，很久没有抽中过了啊，这一次是抽中了一个长沙站，没错，刚刚也是率先拿到了2分。哇，上一次打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打的还不是这种小组赛赛制啊。现在曹勇进攻拿球，曹勇是属于很明显啊，这个身高这个体重往里怼，对、啊、往里怼着打、啊、但是可惜投篮还是差了一丢丢。现在是哎，刚才那个球好像犯规了，对，给了犯规，为什么这个曹颖直接下去了？对啊，应该是曹勇的这个进攻球权啊。对啊，他造成这个杨祖贤的犯规，他自己怎么下去的？这应该都是反向操作。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赛季路人王的规则啊，因为他进五强可是不是2020赛季的事情啊。现在是蔡仲峰进球、拿球。对，这是给裁判示意啊，这人打我头了啊，但是没有给犯规啊。杨祖贤补位球员看起来应该跟这个蔡仲峰身高差不多啊。是，这没办法，你这小打大，然后往这个队长身上靠啊。而且曹勇也是防得非常的死、我就站在那儿我不动，对、你也搬不动我，对，根本顶不动。哎，这个没问题啊！哎，漂亮。但是这种进攻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护球手啊。如果说稍微是往外，推的大一些，有可能被裁判抓到，因为近期路人王对进攻犯规的吹罚很严格。漂亮，转身，哦、漂亮、啊。这样打的话，逐渐适应之后啊，曹勇的这个优势就比较大了啊。大家也可以就是在观看精彩比赛同时，可以点击我们屏幕左上方的这个路人王篮球哈，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可以刷一刷弹幕什么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差一点曹勇啊。那么我们小组赛常规赛的比赛时间呢是7分钟哈，然后就看在这7分钟谁能够投的得分最多，对，得分最多，先得到10分的球员直接晋级，这球。啊，先走步啊，转身啊，确实比较容易被抓走步的啊。那走步呢，也是在我们路人网里不可以的，是一个非常犯规的一个动作。现在曹勇领先4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弹幕哈，路人王球衣贼好看，对，就在我们的小黄车里。今天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couple 套餐，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橱窗哈。裁判吹哨啊，我看一下这边还是曹勇啊，这打得让这个蔡仲峰有点难受，把人拱地上，完了之后啊还造你犯规还得分啊，对，厉害啊曹勇，这应该是八分还没到10分、啊，我们是限时7分钟打10分，对、啊、曹勇今天的话也是体重最重的啊，他也是连续4年代表韶关学院参加广东省大学生联赛，还参加过这个珠江啤酒广东省业务男子篮球联赛，这参加民间比赛比较多、对，这球防得不错，杨祖贤啊，
而且这个时候杨子贤两次犯规了啊，不敢往上扑，往上这个扑得特别狠，站着不动，手举起来。对，我们四次犯规就直接 out 了。启动走步啊，还是这个先走后放球，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啊。对，我这三分投咋投的呀？这是啊，感觉有点难，有点害怕了啊。对，因为这个身高差的比较多啊，有点聚了现在。那今天呢，这个比赛场地也是来到了三秒篮球公园。三秒区也是长沙一个比较街头的一个篮球场，很多这个长沙民间活动，包括一些街球的球员唐日辉、宋周轩，以及一些野球比较厉害的刘洋、李波、刘健，都是经常在这个球馆打球啊。是，而且大家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现场观赛的。是的，长沙站之前拿过冠军的球员的名字旗帜都是在场馆的这个栏架后面挂着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漂亮，这球啊，打成一个三加一，杨祖贤二杠三杠八，不过这个时间有点不太够了，对，有点悬，还有三十秒。哇，哎，不好说啊，这球六分了已经，再进一个三分就直接逆转了。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路人王的话，可以关注我们路人王的这个小程序，可以关注我们更多的一个精彩赛事，然后也可以报名。这球防下来不错啊，这防下来就直接曹勇拿着球不攻也能赢了啊。对，因为限时七分钟，还是投一下啊，无所谓啊。恭喜曹勇，恭喜曹勇。那么曹勇也是重量级的选手，拿下这场比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然后就有机会赢取我们路人王的一个精美周边。这样吧，你说点赞到多少，给大家送个小礼品吧。啊，现在6000点赞，那我们就到2万吧。再到2万给大家送，对对对对，送个奖品，好吧？对，到2万给大家抽一波奖。直播间点赞到2万，给大家送出路人王周边产品啊。好，现在到我们的 B 组，我们有黄志超、柯宇、文章。那黄志超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种子选手啊，然后他是路人王长沙站的五强，只有22岁，身高1米70，体重75公斤，路人王五强长沙站的。那么柯宇呢是23岁，武汉商学院校队队长，然后他的身高是1米75，体重75公斤。文章22岁，长沙理工大学校队球员，身高是1米85，75公斤，在这里面算高的啊。对，这组也是跟第一组一个情况，就是随机球员相对来说，他的这个身高体重是比较占优的啊。对，而且、哎、漂亮哦，这组的话年龄也是蛮小的，比较年轻。对、啊、比较年轻。这个不是那个文章啊，是我们路人王的文章。对，这是长沙理工大学文章。对，小文章漂亮，直接一个三分，而且是左手将啊，5杠0杠0，一上来发挥非常不错啊。哇，这还是打起怼派来了啊。对，这170打得像这个180185加的这个感觉、啊、感觉进攻的时候很凶。看一下啊，这个柯宇啊，哇，这今天这个 B 组有意思啊，就是小打大，都怼，对、啊，看一下文章怎么打啊？你看170打175怼，175打185也是怼，感觉今天气势汹汹啊，大家都是。看一下文章、啊，告诉你们什么是怼派，哎，差一点就球、差一点。刚刚看到弹幕有问说今天有唐日辉吗？有的，对，他在我们的 G 组。对，唐日辉是今天算是。秋季积分第二多的球员，所以说是在倒数第二个小组、啊、对，周瑞今天也有哦，是在我们的 F 组。那么现在黄志超领先，哎，裁判吹哨违规了。哎，这是吹打手还是吹起球？应该吹直接打手，打手直接下一个人啊，文章加一次犯规啊。
哦，漂亮漂亮。嗯，空中还有一个小滞空啊，柯宇。对。那黄志操的话呢，他其实也是一直参加我们路人网的长沙站的五强。嗯，不知道他这场比赛会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之前他拿五强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这个赛季的啊，相对时间也是比较久了。这个赛季其实能进八强球员跟这个19年或者18、17年更早的进八强其实水平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对，这个赛季因为每个小组都有种子球员，而且普遍这个实力都比较强，能进个八强其实挺见功力的啊。嗯，看到我们有人发弹幕问有哪些签约球员呢？今天我们有三位签约球员，分别是孟亚东、唐日辉还有周瑞。对，这是这场三个签约球员啊。哇，这房子不错，但是裁判最后还是给了退人，应该是啊。嗯，今天没有吴碧泰啊，吴碧泰最近参加路人王的这个成绩确实不太好，连续的一轮游啊，漂亮漂亮。而且文章已经两次违规了，犯规啊。哦，犯规。文章这球稍微大了一些。看到弹幕疯狂在奶周瑞冠军，我看了。哎，你和我的想法一样啊。我今天赛前压冠可是周瑞啊，漂亮，这个转身很连贯啊。柯宇啊，这个这组我觉得这仨人啊其实都有机会啊，说不准这一组啊。对，柯宇毕竟是校队队长嘛。哎呦，这个球没问题啊。我有奶瑞哥吗？这不是又，你把这个又可不是这样的，我上次可没奶瑞哥啊。545啊。还有人说张亚坤是冠军，下一个小组啊。不过呀，张亚坤那个小组现场补了刘洋，其实不好打了啊。刘洋也是之前这个长沙的冠军啊。那现在文章是已经打破刚的局面了，现在是8分领先，5-4-8，连续两个三分啊。嗯，这就是三分球重要性啊。对，你投俩三分顶着他进仨球啊，还有两分钟左右。嗯，对，上次是哪一站，是重庆站压的唐日辉，结果这些小组赛没了啊。今天是唐日辉主场长沙站，所以说今天不太好压这个唐日辉。那文章其实在这三名球员里面算是个子还算高的，1.85米。嗯，对对，整个这个路人王如果说从八强里边看，1.85米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高，但是在这个小组是优势比较明显的啊。但是你看他其实最后得分啊还真不是靠身体，因为他之前打了几次身体其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一个篮下抛投啊，两个三分。哎，有希望进了。这样的话10-4-5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你看前两组都是随机球员晋级，是啊。长沙理工大学校队球员，其实这个学校之前也是有过路人王冠军，李波在这个长沙站是拿过两个冠军啊。嗯，也是恭喜文章。嗯，看一下，接下来是 C 组啊 ，C 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之前湖南师范大学的队长刘洋啊，刘洋是补位参赛，对，就每一次长沙站都有，就是补位球员里边都有给大家惊喜的球员，你像之前刘健啊、李波、刘洋啊，都是补位参加过我们长沙站比赛啊，是，看一下刘洋。那 C 组的话是刘洋、彭立帆还有张亚坤，刘洋今天是一个补位选手哈。是，但其实他当补位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啊。是，嗯，毕竟拿过长沙站冠军，而且在今年最强长沙站的时候，他也是拿到了3名，当时成绩非常不错的。嗯，啊，一上来就拿了2分，嗯，比较轻松啊。是。那彭立帆呢，他也是这个他也是湖师大的，对，湖师大，但他不是校队球员，对啊，他也是比较擅长这个远距离的一个投射哈。是，彭立帆其实我之前在这个就是网上是有跟他交流过，嗯，他其实是一个肯巴沃克的球迷，嗯啊，特别喜欢，大概是我见过这个
整个这个网上最喜欢肯巴沃克的人，对啊，就是发表了非常多有关沃克的帖子啊，好像之前有一篇文章还被置顶过。看一下张亚坤拿球，亚坤这是很明显的怼派哈，186-90公斤，但是刘洋的下盘非常稳。对，张亚坤也是年龄35岁哈，他身高是1.86米，也是路人王长沙站的这个五强，而且在部队拿到过单挑的一个冠军。看一下，你看刘洋啊，这其实啊，这彭立帆都是属于刘洋的小迷弟，因为俩人都是湖师大的啊。刘洋现在已经毕业了，一个学校的嘛。对，刘洋是老学长，也是之前队长啊。看一下打张亚坤怎么打啊？直接来三分，这球进了应该就没问题了，漂亮啊！漂亮。主场作战啊，7-02。而且他在比赛一开始就一直在进球，现在时间还没有到2分钟，哎，差一点啊，是想直接这个结束比赛了啊，感觉来势汹汹，虽然是作为替补。哇，这个确实投篮姿势、啊、还是属于这个比较业余篮球爱好者的感觉啊。唐日辉在这个G组，注意一下这个护球手啊，这球差一点加赛加反了，这是啊。现在已经到20000了吗？我看到弹幕有在 Q 我说要抽奖了。好了，下一个进球给大家抽吧。好的，先看刘洋漂亮左手，哇，漂亮漂亮，大家刷一波这个路人王篮球吧。大家可以把这个路人王篮球发送弹幕，就可以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了。是，大家刷一波路人王篮球啊。好的，轻松，太轻松了。先给大家先刷一波啊，然后我们说这个3、2、1停，然后就可以抽出了。好了，来，你来倒数个3、2、1。好的，3、2、1，路人王篮球停。哇，这人名字非常简单 ，time 就是 ending 的结束的，对对对，东西啊，这个抖音号是 time 68469，恭喜你啊，恭喜你。对，大家也可以就是没有中奖的小伙伴啊，不要着急，我们之后的话下一个几万跟大家说，还是会有抽奖的，5万吧，怎么样？啊，可以，那就5万吧，5万吧，下一组是这个丁威这个小组啊。那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D组了，有丁威、韩家乐，然后还有周瑞七。那可以看到韩家乐他也是我们奔袭赛的一个 MVP 啊。是的。然后丁威的话呢，他也是路人王武汉站的2次季军，他的年龄是34岁。哦，今天本场所有球员里边年纪最大的啊。是，身高是1.70米，然后体重是69公斤。是的。对，那韩家乐的话呢，也是我们路人王奔袭郑州工商学院站的一个 MVP 哈，刚刚结束的这个郑州站啊，也是我们路人王唯一一次在河南办的这个奔袭活动、啊、对，那周瑞清呢25岁，路人王长沙站五强。看一下周瑞清还是造犯规啊。刚才那个丁威那球是算成2分了，应该是啊，是啊，走步应该是啊，非常明显启动走步啊，这种顺步啊一定要注意啊，先放球啊。而且丁威的话还是我们的一个种子球员哦。哇，这球不错啊，韩家乐差一点啊。没关系，我下场直接喊3、2、1停，好吧，对不起大家。我们5万的时候再抽一波奖，好吧，直接3、2、1停是吧。对，给大家磕头啊。大家看差不多是4.8、4.9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路人王篮球扣起来了，好吧，是想皮一下的，没想到翻车了。那其实在这个里面韩家乐算是年龄最小的啊，只有20岁，年轻有为。刚刚拿到这个奔袭 MVP、啊、对，其实奔袭 MVP 啊，这个还是只有去年的这个首次奔袭湖南师范大学的奔袭 MVP 李直拿到冠军，其他人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成绩啊。是的，感觉他未来可期。
漂亮啊，这一球。丁威这边其实就是，其实最好的防守就是三分不给，篮下顶得住啊，就是逼对手中投啊。哇，走步，走步。丁威和韩家乐现在一人一次犯规。现在其实是，奔袭和新兴突围赛是两个我们鹿王的这个，怎么说，类似于比较。类似于选拔的比赛，各出了一个鹿人王城市赛冠军，一个是李直，一个龚志祥啊。所以说这个很多球迷都在说这个报不上鹿人王，或者说没有机会打，其实可以多去参与一些这种类似选拔的比赛。对，啊、大家也可以在名额也比较多，小程序里面关注一下我们鹿人王的一个赛事、嗯，大家也可以去小程序去报名这样子。嗯，看一下。嗯，漂亮、哦、漂亮。嗯，一个垫步啊，四、嗯、杠二杠零。嗯，那现在也是，其实相对来说这个韩家乐今天这个小组相比于这个后面几个小组还是比较好打的、嗯、啊，还是阻挡犯规啊，而且这个当你拿到这个新兴突围赛的这个冠军或者突围球员以及这个奔袭 MVP 的话，我们在面板上也是会给你有所体现的啊。对，就有一种大大的荣誉感。看看，哎，这就 哇，这个身体控制能力啊，这没摔倒，还能投出去啊。对，嗯，但是上篮还是差了一点。嗯，假动作挺多的。韩家乐第一次是绝对不投啊。嗯，没问题。哎呦，哎呀，刚说差了一点。周瑞清啊，这篮下没放进。打到这个四分多钟啊，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嗯，看丁威，他其实有三分的啊，是，就是放他三分，他真能进。嗯，一个背后掏球啊。现在韩家乐进攻，韩家乐也是率先比较领先，拿到四分，对。哇，这连续两个转身，漂亮！两个转身，哎、这个假动作，这是千金时刻的，起码能入围名单了。对，先预定一波，一会儿这个肯定是今天的五家球得放一放啊。对对对，先预定一波。嗯，拿到六分相对来说就轻松了。看到弹幕都在 Q 六六六，这可以刷一波六六六。对对对对对，真的六六六，好吧。嗯，你看球风很吸粉，真的是。顶开，再来，差一点。哦，差一点。嗯，哎，确实啊，球风挺好看，嗯、一个转身，哎，看一下一个 highlight， 前面那一下没放进去啊，是。丁威这时候再来三分了，漂亮啊！嗯，这组啊，估计还是丁威。对。嗯，往往打到这种最后一分半的时候，就看经验了。三分球。这我刚说完，经验你都拿五分了，你说往里打不好吗？对。非要再来个三分，完了。定位就没了，我可能还是对自己三分球有一点自信的，是吧？这就没了，这就没了啊！鹅黄开始了。你说真的是，你说刚进个三分，你说还差一分就搬过去，非得投三分。对，有时候还是需要稳扎稳打的。那、韩家乐是不是？哦，没问题了，这个啊，八杠五杠零。韩家乐20岁，真的是他体重也是75公斤，不算很重，但是他刚还是打了一下这个对拍、挺壮的其实。对啊，178，75公斤，哇、哦、这晃怪连晃两次，漂亮、哦、没问题啊。这个今天这个种子球员啊，其实是没有人晋级的，到目前为止、因为刘洋是补位的嘛。对啊，看到弹幕在刷 MVP 理所当然，看一下 highlight。真的真的真的，这个韩家乐这不愧为奔袭的 MVP。 对啊，郑州工商学院站的 MVP。 嗯，真的真的不错啊，而且郑州工商学院这一站的奔袭比赛应该也是我们奔袭第一次到北方去办的、啊、对
等一会儿的话，这个五加球大家也可以去投票。这得有俩呀，这是给人过一遍，然后之后拉回来再过一遍啊。对。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组唐豪文、易李周、刘东爽哈，然后先来看一下唐豪文，他也是我们路人王两次一个亚军啊，身高1.83米，体重78公斤，80公斤啊，哦80公斤，啊易李周的话呢是30岁，前贵州师范大学校队球员，1.81米，体重76公斤，刘东爽的话也是路人王广州站的一个六强。对，他的身高呢是24，他的年龄是24，身高是1.80米，体重是72公斤。嗯，看唐豪文这一上来有点出师不利啊，一上来背了两个犯规啊。嗯，这太难了这球。哇，还颠进，易李周这球能颠进啊，空中有一个滞空。而且这个唐豪文也是我们的一个种子球员哈，但是他现在已经两次违规了。看一下唐豪文，唐豪文其实也是一个打路人王比较早的球员啊，最早也是拿过太原站冠军，现在也是在长沙民政职业学院打球啊，所以说现在近期参加比较多的是长沙站啊。当时在这个路人王的夏季锦标赛也是有打过啊。嗯。而且唐豪文的话年龄也是20岁哦。嗯，年轻啊。对，很年轻。感觉身高1.83米到1.85米，感觉这个在这个区域还是比较舒适的。看一下这边啊。还是造犯规，犯规、啊、进攻犯规、嗯、这应该是打手防守犯规啊、嗯、刘东爽的犯规啊，刘东爽现在也是刚刚犯规了一次啊，我们路人王广州站的一个六强。唐浩文其实属于那种比较能吃硬仗的，包括之前在这个太原站打陈凯涛、打李瑞、啊，把这个李瑞决赛逼到这个3分10中0，最后输2分，应该是唐浩文今年这个决赛，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啊。是。嗯，6-5-0啊。大家也可以在看比赛同时多多点赞啊，我们是到50000直接给大家抽奖，现在是3万。到50000会给大家抽一波奖，现在等一下的话就是3-2-1直接开始啊。嗯。左步还是打手，应该吹的打手啊。易李周这边犯规次数也上来了啊。嗯。现在是唐豪文进攻。哎，但是这边刘东爽还是防得非常死的。哎，但是还是成功的让这个唐豪文进球了。8-5-0啊。对。嗯。这种有经验的种子球员啊，只要适应个这个1-2分钟啊，后面比赛进入他们节奏，基本这比赛就拿下了啊。嗯，对。再这么打，得把这俩人都给造下去啊！对，虽然两次这个犯规，嗯、但是后面控制的比分还是拿的、啊、拿捏的很稳的、嗯。还是放弃这个三分球了。那、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也没必要投、嗯，因为就差2分了，可以往里打对啊。这个变向还在啊，哦、还在、嗯。你看，又是犯规是吧？对。还有刘东爽2犯，易李周3犯啊。再来两三个进攻回合，这俩人估计都得下去啊。就看这个时候易李周挺难受的，自己5分其实还有机会，又不敢犯规。那不犯规的话，唐豪文其实相对来说比他壮，嗯，又防不下来。哎，怎么防？到篮下，嗯，防得不错，其实啊，下盘顶着，然后两个手举起来。对，啊、但是易李周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嗯，易李周进攻，直接扔三分球有没有、嗯、哎，差一点没有、啊、现在刘东爽拿球走步非常明显啊，这个习惯太差了、啊、对，拿球先走了2步才放球啊，又到了这个比较
伊里之后焦灼的时刻，最难受的时候，对，我该怎么防守？我下不下手？没错，不下手的话防不了，对不对？一下手就犯规，自己下去啊。对，那也是恭喜谭豪文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这个出线权，对，出线权。毕竟是路人王两次亚军哈，而且这两次亚军都是这赛季拿的啊。对，不能叫含冠含金量，这含亚量，这挺高的。接下来是 F 组，大家非常期待周瑞啊，有没有专门来看周瑞的朋友扣波一啊？我的今天的比赛的压冠周瑞，压冠、啊、对，到时候就看一下娥皇能不能毒奶成功哈。周瑞小组赛一般来说打得比较轻松。对、啊、那周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签约球员哈，他身高是1米74，年龄是31岁，也是我们路人王的一个六冠王啊，然后也是武汉接球王。王新奎的话呢，刚刚也是犯规了一次，也是前河海大学一个校队球员。河海大学，对，河海大学足球我记得之前挺厉害。身高1米78，体重78公斤。李军的话呢，26岁，湘南学院校队队长。看来大家今天这不是之前大家很熟悉那个山科的李军，不是那个李军，这是湘南学院的校队队长。是这个李军，湘南学院，对。那个大家在这个大学生联赛大杀四方，李军是之前打过青岛站，拿过季军，只打过一次啊。现在场上的点赞是3.3万啊，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点点赞，然后等一下我们到5万的话会给大家抽一波奖。4-0，你看瑞哥这小组赛打得很轻松啊。湖南科比是刘健，不是李军，你这个别乱说啊，误导大家啊。而且王新奎现在两次犯规了，两次犯规啊，看这个怎么进攻啊。哎呦，这走步太明显了，这交叉步两脚一块跳起来。对，而且他刚刚已经两次走步了。看一下啊，这边李军，防得不错，这第一步。这就是核心力量啊！你别看90公斤，周瑞这个虽然说73公斤，核心力量根本这个不触这种80公斤，甚至说90公斤左右的啊。对，而且娥皇。在线下见过周瑞本人，说很帅。是挺帅的啊，很有气质啊，是属于那种怎么说，不光是就是女生，男生看起来也是那种既能当那种硬汉角色，也能当那种比较偶像的那种啊。那就可以走爱豆风是吗？是属于这种。看一下7-0啊，现在时间是才刚刚2分钟左右，现在周瑞已经领先7分了。哇，直接一个撤步就结束了吗？这就漂亮、哦、漂亮，这比赛太轻松了啊，10-0。对、啊、恭喜周瑞拿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出线权、而且周瑞也是我们的一个签约球员哈，大家可以给我们屏幕多多点赞，到5万会给大家抽一波奖，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路人王篮球，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精彩的一个赛事给大家呈现。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机组，唐日辉、程金良、黄俊元。唐日辉的话呢，应该是有补位球员，对啊，补位球员这个高小龙，对，高小龙。看一下啊，这个唐日辉也是我们的一个种子球员哈，路人王的十冠王，也是我们 CSC 长沙接球的一个领袖啊，身高1米85，体重77公斤。程金良呢，他的身高是1米82，体重是82公斤，也是20岁，也是长沙理工大学的一个校队的球员。常理今天有两个球员，之前文章已经晋级到了。对对对，八强了，对、啊、就看程金良了啊、高小龙是补位球员，对、啊、看一下，嚯，打得很凶啊，这个补位球员啊，虚晃还是比较多的啊。对，就像刚刚补位上来的刘洋，我觉得也是来势汹汹的。但是刘洋他其实因为已经在这个不光是路人王以及其他赛场已经证明过自己了、啊、他其实直接当种子也没问题，估计就是忘了报名时间了。因为这些球员，这个刘洋啊，这个李波、刘健他们这个野球也比较多。那娥皇提到这个报名啊，如果观众朋友们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路人王的这个赛事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搜索路人王篮球就可以报名了。对，然后也可以去线下观看我们的比赛。
我们这次是在这个长沙的三秒篮球公园里。嗯，可以，这是程金良一个正面打板啊，6-2-2啊。嗯。啊，唐日辉现在是6分领先，6-2-2。一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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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急停，哇，可以，连续俩打板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一跳一跳的，和跳跳虎似的。啊、让我刚刚想到韩家乐也是。都是蓝色衣服，然后都是一跳一跳的。嗯、今天唐日辉不可能，我你看我到现在我是第一次提唐日辉的名字啊，他没有人来自这个上海神秘力量的这个毒奶。嗯，没问题，今天唐日辉也是我们的一个签约球员哈。嗯，刚提了一次名字就不进了，不说了，再不说了。啊，闭嘴。不说唐日辉了啊，毕竟他今天主场作战。对。啊，高小龙拿球，哦，漂亮！这也是右手将最喜欢用的一个招式，就是右路持球突破转身的一个挑篮或者说投篮。嗯，现在是6-4-4。高小龙，哎呦，我这差点滑倒了，给了走步了吧？嗯，哦，三分差一点。现在是唐日辉拿球进攻。哎呦，这一转球没了啊！轻松，哇，轻松！这样也是拿到了赛点啊，对，还差最后的2分。嗯，唐日辉8-4-4，现在就看能不能再拿下2分，就差2分了啊！对，就是也不投篮了，现在但我觉得没问题。刚说没问题，又是一个怎么说，这个机会还可以吧，也不能说100%这种必进球，还不错的机会。对，还有机会。哎，高小龙7分了，高小龙7分了，再投进一个3分，唐日辉就没了啊。而且这时候你看，不光是投不投进3分，肯定投3分，这时候是按理说呀，这球啊，就是怎么说，也不是说每个球员都可能说这个时候想的那么清楚，一个小拜佛是吧。嗯，唐日辉拿球。没问题。哎，没问题。那我们还是比较，那我们也是恭喜唐日辉哈，有惊无险吧。对，有惊无险。刚刚差一点就被我们的这个补位选手就是刚才那个球，其实高小龙咱说那个球怎么随胡乱一扔扔进了，也不是没可能啊。嗯，最后一个小组啊，来看一下最后一组 H 组。孟亚东，郝志峰、朴寒轩。孟亚东呢也是路人王17冠王，我们平常心，年龄的话是23岁，身高1.91米，体重88公斤，在这里面算是最高的哈。嗯，这个小组啊。对，那郝志峰呢也是23岁，湖北科技大学的一个校队球员，身高1.88米，体重88公斤。朴寒轩的话呢也是在这里面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然后他也是长沙理工大学的一个校队球员。场里今天3个人啊。对，而且他还是这个大一新生，就是19岁，一切皆有可能。嗯，但现在孟亚东、平常心现在已经率先领先3分了。进了个3分。对啊，有人说盲猜平常心6分开始秀，是他有可能是5分开始秀。对，有可能7分。而且孟亚东在沈阳站也是前不久拿到了一个冠军哈。今年这个他拿俩冠军全是在自己老家辽宁。嗯，一个大连站，一个沈阳站，出辽宁没拿过冠军啊。哎，那鹅黄是不是在自己的主场感觉就是冠军会稳一点？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风水什么的都相对来说可能更熟悉，但是其实对于孟亚东来说，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最熟悉的并不是说辽宁，最熟悉其实是天津。嗯，因为他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打的路人王。对，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回辽宁啊可能说亲切一些啊。再加上其实啊，这个辽宁啊和那个大连和那个沈阳那两场比赛整体来说签约球员的数量比较少。嗯啊，相对来说这个比一些这个南方比赛，就是签约球员扎堆比赛，要相对好打一些。是，啊，也是会有一些 buff 加成的。嗯，对。但是其实东北那边虽然说签约球员少，但是身体对抗强。嗯，怼派特别多。啊，哦，那平常心今年这个挂肉挂了挺多之后啊，其实
他其实不是特别怕那种纯怼的。嗯啊，那看一下，现在是点赞已经到4.5万了啊，还差五万啊，还差五千。嗯，然后到五万给大家抽一个奖。现在是3-0-0，漂亮！哎呦，刚说完，问我拿过陆壮冠军，有幸拿过，啊，有幸拿过。其实你刷就是发第一次的时候，我想就不回吧，你发两次我就回答一下。对，所以说大家想要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直接打在这个弹幕 上。对，看一下，平常心啊。平常心，今天心态蛮好的。最近这个两三站，平常心可爱这种激情中投了，嗯，啊，迷恋上了激情中投啊，而且是那种跳投，啊。对，之前其实比较多是在这个罚球线附近，现在这个罚球线往里一步，嗯，投得多，对啊，就3秒区往里一步啊，这个距离。孟亚东也是我们一个签约球员哈。现在孟亚东防守，郝志峰进攻，这太难了，刚差一点。主要是啊，这个小组两个球员给这个孟亚东现在来看啊，造成的威胁比较小，所以说孟亚东可以充分的去怎么说，尝试自己的各种进攻方式。嗯，你看，包括一些小技术，还是要最后要，你看最后还是中投终结。对，我就是要中投啊。刚刚有看到弹幕说，平常心好像胖了一丢丢，他其实壮了一些，壮了一些。他平时的训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律的啊。对，自律的人才会胜利。这碗鸡汤我先干了啊。那现在比赛时间是已经来到了4分钟，现在是5-0。哎呦，这哦，刚说完，这个刚说完，郝志峰就进了2分。晋级独立啊。现在普寒轩防守，对，哎，现在已经5万了吗？哎，你看，就直接吧。啊，5.6万，哇，那我现在就直接喊路人王321，好吧？现在不搞那些花里胡哨了，来吧，好吧？路人王篮球，321，停。好，看一下是哪一位新观众啊？这个新观众叫拼搏。啊，拼搏。拼搏，看一下他的这个抖音号是多少？抖音号是 dyd3yhpyhcjd， 恭喜你，恭喜你，嗯，恭喜你获得路人王周边产品一份，嗯，恭喜拼搏。孟亚东，哦，现在是7-2啊。刚刚也是在我们抽奖的过程中，这个孟亚东就直接进了。而且现在时间是已经来到了5分钟左右了，对，感觉已经稳了啊，已经开始秀了，是吧？对，已经开始秀了。这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时候开始想怎么拿千金时刻了，哦，啊，这个时候就是，反正是怎么地也出现了啊，嗯，想想怎么秀，拿点千金时刻，你看要开始了啊，要开始了，对，啊，开始秀一秀啊，哎呦，这造犯规啊。哇，孟亚东现在已经9-2了，嗯，感觉真的已经稳了。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秀自己了。嗯，对，来点千金时刻，这个球有可能，你看是吧？哇哦，11分，让我们恭喜孟亚东。对这个，怎么说，击进球的拿捏啊，是非常稳的啊。对，看一下一个 highlight。后面就开始狂秀啊，嗯，哇，急停，嗯，对，
整体来说，其实你看啊，到后面这几组啊，嗯，本场的前四个种子，先看一下八强的每个小组的这个出现的球员。对，啊、来看一下 A 组的话是曹勇晋级 ，B 组的话是文章晋级 ，C 组的话是刘洋晋级，补位选手哈。啊，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算是一个惊喜啊。对。D 组的话是韩家乐晋级，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赛果。E 组的话是唐豪文晋级 ，F 组的话是周瑞晋级 ，G 组的话是唐日辉晋级 ，H 组的话是平常心孟亚东晋级，而且是拿到了11分。对，嗯，这是我们八个小组的一个出线情况。对。这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商品，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嗯，我们今天呢，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们路人王的一个官方指定用球啊，嗯、然后这支球呢，它是 PU 材质的，然后它的回弹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嗯、不管你在雨天还是在室内，你都可以用这支球打出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是的，对，而且今天这个现场。这个线上应该观众比较多、嗯、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限时特惠一下，对、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嗯、这个橘色的球我觉得它的颜色饱和度也是很高，再加上它也是非常非常防滑耐磨的一个球，是、啊、还有这件球衣，对、啊、是我们八强赛的一个同款。哎，我之前其实非常多的这个朋友都说这个，哎呦，我这个打路人王进不了八强我就没有球衣，其实我们球衣是有四个颜色的，对，这个黑白红蓝，这个黑色也是我们八强同款球衣、嗯、啊，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购买一下，我们原价是限时特惠价应该是109，我们直播的限时特惠价是99元，99，只要99块钱、哎、对，大家可以打开我们下方的小橱窗去购买，当然这两个商品一块的话会是多少钱，199，对、啊，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couple 套餐，对，原价218，我们会打到199元。对、啊，穿上这支球服，拿上这个篮球，你就是全球场最亮的仔，对，就是路人王八强球员。你看，就和现场的这个八个人一样啊，就是路人王八强球员的实力了啊。而且这个球衣的话，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它是用非常吸汗的那种材料做成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穿上这个球衣，拿上我们的这个路人王篮球，非常帅气的去打球。今年就穿这个了啊！嗯，等一下再看一下。我现在打球就穿这个衣服啊。是。当然，我有时候穿白色的啊。也是我上次穿过的一个球衣，嗯、我觉得这颜色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配色。是的、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点击下方的黄色的小橱窗就可以购买了啊。嗯。两件一起是199元，如果单买的话，球衣的话是99元，也都是我们直播间才有的限时特惠啊。是。而且我觉得这支球的话呢，不同于以往的那种篮球，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硬的那种篮球，而且它是雨也不滑，对，也不滑，关键是、啊、雨天跟室内都非常适用的一支篮球，所以你还在犹豫什么、嗯？赶紧去买吧！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八强的分组情况，对，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八强的一个分组情况，嗯。嗯，我们的一个八强对阵，哇。唐日辉对战曹勇，文章对战平常心孟亚东，唐豪文对战刘洋，韩家乐对战周瑞。其实我觉得呀，这今天这个分组是挺合理的啊。嗯。也没有想到这个刘洋是补位，刘洋和唐豪文，嗯，周瑞和韩家乐相对来说下半区可能偏强一些啊。对。而且感觉这个，感觉 C 组比赛还是蛮有看点的。C 组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一场比赛、嗯、啊。而且刘洋也是真的出乎我们意料，今天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惊喜。我觉得他给的惊喜不是说他能出现，主要是他能补位，没想到他能来补位啊！因为赛前其实没有看到这个名单，就像我们路人王精神一样啊。嗯，哎呀，这个今天有加上刘洋的话，应该是有四位冠军球员。对，一个唐豪文是亚军球员。嗯啊。这球员应该还是没有换上衣服，应该按理说大家在热身，四个红四个蓝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黑色的球衣包括还有这个白色的这个球衣，很少有人穿，是我们现在八强还没有尝试穿过的，对，很少有人穿，现在八强还是这个红和蓝啊，对，所以你如果现在买上这个黑色的话，等大家都穿的话你就很 OK 了，很适合了，然后穿上它就是不明所以的人会以为你真的是路人王八强啊。
看一下，首先是第一场比赛，大家也是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关注，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路人网篮球，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多跟我们刷弹幕来进行一个互动，会赢取我们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周边。下一次是几万给大家送礼啊？下一次八万吧，八万，好，888发发发，祝愿大家今年多多发财，好吧？是的。看一下唐日辉打曹勇，唐日辉 PK 这个曹勇，俩人一上来都是尝试个三分啊，对，也是我们八强赛的第一场。那现在这个唐日辉刚刚没有防守住，啊、对，他进攻刚才差一点，刚进攻。曹勇，这俩人感觉就是一上来是在互相模仿啊，是俩人各投一个，各突一个啊。嗯，还是唐日辉啊，终于打进3-0啊。唐日辉呢，也是我们路人网的一个实冠王了啊，是我们的一个签约球员，他身高是1.85米，体重77公斤。你看这俩人真的是啊，如出一辙啊，你不进我不进，你突我突，你进我进啊，3-3啊。对。曹勇呢，也是这个路人王北京站的五强。哇，漂亮的三分球！这再还一个是吧？再还一个试试啊！现在6-3。曹勇，按理说再还一个吧，对吧？这才有意思，是吧？哎呦，1.5分的时间啊。直接带走啊！恭喜唐日辉，恭喜唐日辉、拿到这个出线权、也是晋级到了胜者组、刚刚他那个三分球真的投得特别的准，不愧是你。接下来是第二组啊，第二组应该是孟亚东啊。等一下的话，我们在8万的时候给大家再抽一波奖啊，所以说大家点赞不要停，如果你点赞或者是你刷弹幕的话，就有机会赢取我们路人王的一个精美周边。得几分算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率先，我们限时7分钟打7分，3次犯规，直接罚球啊。对。这是我们八强的一个规则，到决赛是打11分，限时11分钟，4犯罚篮啊。而且现在时间是刚刚开始，文章跟我们对战我们的孟亚东。哇哟，这球差点秀丢了啊！而且刚刚文章的话也是挺出乎意料的哈。这球没给犯规吗？稍微有点推人啊，文章是在 B 组出现的。对、长沙理工大学今天来了3位球员。只有文章是晋级到了8强。对、啊、而且他也是率先晋级的。这也是我们八强赛的一个第二场。哎呦，这投的。因为文章啊，小组赛打那个小组，他这个身高又是非常明显的、突然遇到一个比自己高的孟亚东。对。有点不知道怎么打了。孟亚东1.91米，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可以说是比较高的了，最高的。文章不是平常心，这俩人，这孟亚东是平常心。孟亚东是平常心哈。现在可以抽奖了吗？现在已经到8.1万了。我今天这个人真多。哇。来吧，直接抽吧。来吧，那我们虎扑路人王，路人王篮球3-2-1，停。看一下，这个幸运观众是，叫易，他的 ID 叫做，他的 ID 是易，抖音号是86481581，恭喜你，恭喜你，对，恭喜你。哦，三分球漂亮，现在比分是5-0。也是我们八强赛的第二场，现在平常心领先。
下一次我们要么大家给大家说一个稍微远一点，12万吧，啊，12万给大家抽奖啊。大家可以点赞刷起来了啊！是，我哟，这杨鑫这是想接一个上下铺啊，自己把差点把自己给转晕了，这是啊。很多刚来的朋友在问这是哪一站啊？这是我们的长沙站。长沙站这是啊，嗯，也是一个我们陆陆王举办频率比较高的一站。对。啊好，今天有我们的3名签约球员，看点还是蛮多的。这一个后撤啊，还差一点啊。这其实就能看出这个小组赛强度跟这8强之后不一样啊。很明显，文章打平张鑫这一站，他是适应不了这个强度的啊。是。哦，现在是孟亚东5-0领先，孟亚东进攻。感觉场上的气氛还是蛮热烈的。那平常心呢，也是在前一阵子沈阳站拿了冠军，嗯，就看他这场能够打出什么样的风采了。哎，对，你刚说完这场怎么样被盖了啊？不能念他的名字啊，不能说他了。一说他名字就和我说唐日辉一样啊，一说就不进了。嗯，啊，这有一个神秘力量在这儿啊。嗯，好像是被你传染了。啊，把那个抢断，这是啊。对。文章啊，看一下，希望这球也能给这个，哎，这一上来怎么给了个 T 是吧？嗯，是给了个 T 吗？给了孟亚东一个技术犯规是吧？对，啊，要执行一个技术罚球啊，这回放一回来就给了个 T 啊。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小程序啊，在小程序上了解我们路人王的一个赛事。大家也可以，如果想报名参加路人王篮球的话呢，也可以去小程序报名。看一下，还是孟亚东球权啊，开始秀起来了啊，又是到了这个千金时刻的争夺的时间啊。嗯，不着急啊，有很多朋友问这个平常心是谁，就是孟亚东。啊，对。哎，尴尬了，这时候这俩人肯定是能勾下来的啊，要是换俩这个弹跳不是特别好的球员，哎，你看我刚奶了一口他没摸下来啊。文章来吧。啊，文章可以很轻松啊，稍微有点小小的尴尬啊。尴尬还是别奶了。但平常心是可以扣的。对啊，刚才这个发力有点不太充分啊。嗯，对这个卡框的这个结实程度呀，预估不足。嗯，啊，对，文章终于打进了。哦，漂亮，啊，终于进了啊，2-5。对，还是不紧不慢，还是想要集锦球。对，啊，现在时间是来到了5分钟。你看，又到右边，犯规。最近几次这个文章防的倒是还可以啊，都是把这个平常心逼到右侧45度的中距离停球。哎，啊，哇，现在开始已经要秀了吗？对，一点不着急，不紧不慢，没问题。哦，啊，没问题。那确实这场的实力方面啊，很明显是平常心要高出一筹啊。对，这应该不是5-4，是7-2啊。对，现在是7-2。嗯，接下来是下半区的分组赛啊。嗯，上半区这个唐日辉和孟亚东也会在胜者组相遇啊。而且也是我们路人王的17冠王啊。嗯，C 组就是第三个小组，应该是我个人最期待一场对决啊。今天补位参赛的前长沙站冠军刘洋对阵2次亚军唐豪文啊。现在是唐豪文对战刘洋。嗯，也是来到我们8强赛的第三场。那
谭豪文呢也是我们路人网的两次亚军啊，也是我们的一个种子球员。刘洋呢也是今天是让我们非常出乎意料的一名球员。有弹幕已经说大哥刘洋出场啊，在这场比赛中刘洋确实是可以算这个湖南的这个参赛球员里边大哥了。对，28岁。想知道刘洋今天为什么这么威猛吗？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橱窗啊，可以盖子同款球衣跟这个篮球，同款球衣，对，就拿了我们这个篮球就可以上篮，就跟喝水一样轻松。有人说计犯换罚嘛，计犯就是一次罚球啊，一次罚球。现在，哎，漂亮！无效，应该是先犯规吧，先犯规啊！因为裁判刚已经吹哨了。唐豪文犯规一次。轻松，刘洋3-0。对，3-0，三分球。还是自己最熟悉的弧顶啊。现在谭豪文拿球，他刚刚也是犯规了一次，但是这个刘洋防守的非常的死。哦，一个点帽，漂亮啊！这个刘洋经验啊，对这个对手出手的预判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啊。3-0。有人问平常心赢过白鲸吗？暂时还没有啊。漂亮，这球，这个幸运女神也是站到刘洋这边，6-0了，现在已经2分钟左右，对，这样的谭浩文追有点难追了，按理说谭浩文就投了，对了啊，就投了就行了啊，这种时候往里打，说实话你要往里打啊，至少得进3个球，完了之后你还在防下刘洋3个回合，是，这太难了，哎，哇，带走9-0，带走，轻松啊，拿下这场比赛。这就是前湖南师范大学队长刘洋，对啊，也是今天主场作战啊，轻松带走谭豪文。刘洋说这就是路人王冠军和亚军之间的差距啊，看一下这个 highlight。主要是第二个这三分啊，这一下把这个谭豪文这边气势给打没了啊。他今天真的是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从小组赛成功的打了上来。主要是他补位参赛，其实他的实力出现是很应该，主要是他补位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啊。看一下最后一个小组，周瑞跟韩家乐，对，也是我们8强赛的第4场，周瑞、韩家乐，哇哦，果然姜还是老的辣，2-0啊，周瑞标志性的这个左路突破对抗上来啊，这种确实不好防，你说空中，你说给个对抗，一个犯规，不对抗嘛，周瑞这种核心力量直接能打进2-0，漂亮啊，韩家乐这边也是。郑州奔袭战的一个 MVP 啊，也是未来可期。现在韩家乐进攻，喂，可以，韩家乐差一点儿，差一点。他其实小组赛。怎么说这个球啊，还是离篮筐有点太远，小组赛在3秒区做这种假动作啊，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还是没有啊，感觉球鞋越粉进攻越稳。这穿粉色球鞋一般都是不管外表怎么样，这个内心是比较闷骚的。那你有粉色球鞋吗？我没有，我都是明着骚。我如果穿粉色衣服。可以。有人说这是三分大赛，其实还是一个什么原因啊？就是这些球员啊，在这个打到这个7分的赛制之下，还是希望这个有一个三分能少进一颗球。这只空漂亮哈，咱俩一块跳，肯定你先落地啊，4-2。
刚刚也是有人问到我们什么时候会来到西安站啊？那我也是西安人，我们也是会在接下来会来到这个西安站啊。看一下，应该12月份吧。哦，对，12月3号我记得是。12月2号，周三。这是第二次了啊。我们陆中央规则要基地洗球，韩家乐这应该是第二次没有基地洗球，直接是被吹罚了一个技术犯规，送周瑞上罚球线啊，这样周瑞就好打了，不用打三分了。对，啊、周瑞罚球、啊，当然前提是罚球人能罚进、啊。哎，没问题啊，还是稳的。嗯，5-2啊，本身应该还是之前是周瑞球权啊，是这个韩家乐对这个规则还不是特别了解。嗯。还是要三分，可以啊。这应该是8-2吧？嗯。那现在韩家乐是犯规了一次。嗯。周瑞还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八强的分组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啊。嗯。接下来首先会进行败者组的比赛。嗯。啊、那我们败者组的话呢，是打满5分钟。我们败者组是限时5分钟打5分，累积3犯罚篮啊。嗯，总共有3次犯规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也是要对这个规则还是要了解一些的。看一下一个 highlight， 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两个人都是在这拼制空、拼核心啊，特别是这个球啊。那现在等一下又要来到我们的这个败者组了，对，然后后面是我们的这个决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调整状态，好好面对接下来的一个比赛。首先是曹勇和文章啊、嗯、曹勇文章，其实我觉得这个八强这个分组赛赛果还是挺正常的，4个之前拿过冠军的球员在胜者组啊。对，那也是来到了我们败者组的第一场。这个败者组先进三分那个球员就是一只脚能踏到下一轮了啊。对，文章率先拿到3分。嗯，文章刚刚也是表现蛮亮眼的，长沙理工大学的一个校队球员。嗯，曹勇可以，没问题啊。2-3。嗯，你看这俩人打很明显就激烈起来了、啊、对，因为确实这俩人跟这孟亚东和唐仁辉打是有一点实力差距的，这俩水平差不多啊，文章啊稍微大了一些啊，曹勇身高要稍微比文章要高一点、嗯、曹勇身高是1.9米，1.9米，对，呜呼、嗯哦、差一点啊。而且曹勇的话也是路人王北京站的一个5强哈、啊嗯、拿过5强，对，还是造犯规，对啊，这是俩人各一犯啊、嗯、这俩人这时候你看啊都是久疏战阵，或者说路人王经验不是特别丰富，这时候就疯狂飙3分了、啊、是，哇，突然也启动啊，左左边，哦，可以，但是裁判最后的时候还是给了一个犯规啊。嗯，有人说文章长得像李瑞，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的话，可以跟我们弹幕互动哈。晃开可以啊，4-3。哎，我们刚刚说到几万抽奖来着？10万吗？12万啊、嗯！现在是10万，然后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然后等一下我们到12万会给大家抽一波奖。看一下文章，哎，嗯，防得不错，曹勇啊，对。嗯，这有点宋刘轩的感觉。两个人、哎、刚才文章这个进攻包括最后这个后仰有点宋刘轩的感觉、嗯、啊。
现在是曹勇进攻，三分球有没有？没有。你看，这就是经验。你说曹勇之前攻文章攻得那么好，然后文章还两犯了，现在都已经马上要犯板罚球了。对，这时候投一个三分，完全没必要。这进攻选择很有问题。嗯。啊。现在曹勇进攻，对，往里打就行了。这时候，哎呦，走步太明显了，哎呦，走步，一些小细节的这个拿捏的不是特别好。对，时间是来到了三分钟了，还有两分钟时间，对，两分钟的时间。大家要多多点赞哦，等一下十二万的时候给大家抽一波奖。哎，真的是啊，这两次差一点，有点送刘轩的感觉啊。这个中投这一下，我这顶着，哦，没问题、哎、啊。曹勇6-3，这样的话，文章是并列今天的第七名，对。啊，那我们也是恭喜曹勇。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个一个 highlight。 哇，这个防得太死了，没办法，但是还是怼过去了。体重方面的差距啊。对对对，接下来是败者组的第二场。嗯、啊、败者组的第二场，谭豪文对战韩家乐。韩家乐啊，一个奔袭 MVP。 其实啊，去年的这个长沙的奔袭有一场谭豪文也是去打过、嗯、啊，当时他刚上大一啊，这两个人都是参与过奔袭相关的一个活动。对，哇，这一球啊，而且鼓励对抗，这场没有吹犯规。刚刚韩家乐也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镜头、嗯、对，绕了两下，我觉得可以先预定一波五加球。谭豪文拿球、嗯、接近于战头，对，致敬刘宇，真是哈哈。现在已经，我看大家已经在刷路人王篮球了，是现在已经到十二万了吗？哦，已经到十二万了，很积极啊。对，看来今天的大家的热情都蛮高涨的。那现在就给大家抽一波奖啊。嗯。三二一，停。这个人的 ID 叫 E。嗯。艺术的艺。艺术的艺，恭喜 E 获得了我们这个路人王篮球的一个周边。嗯，抖音号是864815681，恭喜你。啊，如果没有抽中的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关注，之后的话我们还是会有抽奖的。对，下一次多少？下次多少？锁定我们直播间。16万吧。好，16万，今天给大家抽一波奖啊！今天我们这个点赞人数都是偶数。看一下，还是2-0，差一个三分，唐浩文啊。嗯。现在时间是快来到了2分钟。五、哦，这一球来一个转身，最后把自己绕晕了啊。嗯。唐豪文的话也是拿到过路人王的一个两次的亚军。是的。对，而且是这个赛季拿的。那韩家乐呢，也是一个郑州站的一个奔袭 MVP、嗯、工商学院。2-0。对。两个人感觉在焦灼一个状态。这球是不是给了犯规啊？给推人啊？嗯、哦，对。大家如果有支持的球员的话呢，也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打在弹幕上，然后让我们看到啊，到底谁的人气会高一些。唐浩文这时候就想要个三分了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啊，直接拉出来三分啊，哦，稍微大了一些，感觉还是差了一点。二平下，这个唐浩文应该差不多2分钟没得分了啊。
现在韩家乐拿球，哇，这方向是挺正的啊，对，感觉有希望的样子，刚刚就差一点刚才，是，你看上一场就是这样，这一场又这样，没基地起球啊，也是犯规了一次，韩家乐，而且打五分，这时候给个技术犯规，对，但凡唐浩文罚进，下次进攻选择可就太多了。嗯，对，这时候韩家乐就是韩家乐，不光是要防三分，还要防两分。嗯啊，现在是3-2，暂时3-2，唐浩文进攻，哎，这球差一点啊。哦，还是犯规，犯规、啊、这是韩家乐的第二犯啊，再有一犯就送对手罚球，对、啊、而且时间是现在是4分钟了，我们5分钟就要结束比赛了，啊，感觉现在大家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去对抗了。哎呦，这球是自己的脚步没有调整好啊，嗯，这球可惜啊，韩家乐最后一攻啊，嗯，就看能不能绝杀了这球啊，感觉三分有没有来三分、哎、哦，没有、啊、那也是恭喜唐豪文晋级到6强，对、啊、晋级到6强，韩家乐是并列第7、嗯、啊，而且唐豪文刚刚也是一直想要进攻，但是无奈对方防守得太死了。看一下刚刚的一个回放。嗯，接下来是胜者组比赛、嗯、啊。胜者组是唐日辉、孟亚东、刘洋、周瑞这四个人，也是大家非常期待，也是本场最期待的四位球员。对、啊，那我们本场呢，这场比赛有3名签约球员。嗯、唐日辉、孟亚东。对、啊。看一下啊、嗯，这谁赢谁就至少3强了啊。对。所以说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对两个人。现在也是来到我们胜者组的第一场，平常心防守。唐日辉按理说他的节奏得先拔个3分。嗯。嗯。但唐日辉这孟亚东也知道不轻易给。啊。果然啊。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哦，我们等一下在16万的时候会给大家抽一波奖。嗯，哎呦，这球差一点啊！嗯，唐日辉的话呢，十冠王，他的技术也是蛮好的。很明显，这个啊，刚才看了2次这个孟亚东的防守，他对这个唐日辉之前是有看过录像、有研究的。一个是不给唐日辉轻松的3分机会，嗯、另一个是不让唐日辉轻易去走左边。是啊，因为唐日辉现在左手确实练得特别好，包括弧顶的3分这一下，平常心一上来这2次都是比较好的限制啊。2-0啊。这也是我们胜者组的第一场。防得真不错啊。对。平常心这场防的是真不错、嗯啊、哦，两个人、嗯、3分球，哇、哦哦、漂亮，你看稍微的这个叫小空隙啊，对，唐日辉还是弧顶3分，3-2、啊、对，那我们胜者组呢也是打7分钟，现在孟亚东拿球、嗯、这是用自己的脸部来虚晃啊，是差一点啊，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多多关注我们路人网篮球，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也是会给大家放送一些好礼，就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是的，嗯，开始运起来打了啊，唐日辉、嗯、啊，这个时候大家其实也可以
在弹幕中说一下自己支持的球员啊，唐日辉是一，孟亚东是二，大家可以扣起来，对，看一下谁的支持率要更高一些。对，支持唐日辉的可以扣一，支持孟亚东的可以扣二。我宝宝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对抗的那个蓝条，能量条，对，能量条。哇，感觉很刺激的样子。对，那今天呢，这个篮球呢也是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橱窗里面有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 get 我们路人王的这样子的一个同款周边的一个篮球，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然后价格也是很美丽，只要99块钱。刚刚也是在这个小霸王说的同时啊，平常心连续两次，同一角度的打板啊，4-3，是。唐人辉这边5-4，5-4，感觉双方打得不分你我。看一下孟亚东啊，就差一个三分，唐人辉现在已经出三分线外一步开始防了，是啊，不给机会，真的啊。而且平常心相对来说强投三分的能力不像他这个中投那么出色，这个差一点啊，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因为平常心更多的是颠投或者说稍微一个小横移这样投篮，不是说那种我运突然一个大干拔的三分啊。哇，看到这个能量条，这个光点一直在中间，看来双方的这个粉丝支持率都是不相上下的。稳这球，哦，唐日辉，难啊这球，其实机会不是特别好啊。这样直接进入到胜者组的决赛啊。也是恭喜唐日辉啊。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胜者组的第二场，看一下周瑞对阵刘洋。周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算是比较多的选手，武汉接球的老炮儿和这个长沙这边的老炮儿之间的对决，湖南湖北之间的一个 battle。当然刘洋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年轻，28岁啊，跟周瑞相比，对，上来就一个三分啊，这场真不好说。但周瑞的话他经验会更丰富一些。看一下刘洋啊，对，周瑞也是知道刘洋三分准，是，哎，差点防起来了，这个跳，这球差一点，差点，稍微我们这个角度看稍微周瑞有点拉腰，裁判没有吹啊，可能裁判那个角度看的不是特别好啊。两个人都是能三分啊，能中投也能突，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全面的控卫，是，给了犯规，对，犯规，刘洋犯规一次。这俩人其实都是啊，要么这个实战，包括集战力有集战力，要经验也有经验的球员。哇，这个速度！又给了犯规啊，连续两次犯规，刘洋。还有一次犯规就直接周瑞晋级了。刘洋好像是这个湖南怀化的啊，湖南人。现在，周瑞进攻，这个两次犯规之后，也是防守这边你看稍微有一些懈怠，谨慎了一些，对。直接三分球，哎，没有，没什么问题，投的啊，抢一个0-0啊。我们八强是双倍淘汰，对。大家可以把路人王篮球，这是到16万了，我说大家锁都扣起来了啊！发送路人王篮球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啊！下一个进球给大家抽好吧？好，下一个进球啊！那我们就再稍微等一下。刘洋选择中投可以，2-0啊。这也是我们胜者组的第二场。
而且周睿的话他一次都没有犯规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着很多经验的一个球员。防守这个防守端控制自己犯规的能力相对也比较强。对、啊、其实很多这种上篮啊都是犯规，都是五五开，你说不准，吹了也行不吹也罢那种啊。来这几个进球，来吧，来直接你来喊停吧。好的，刘洋三分继续进，5-0啊。好，5-0，来你来喊停。好，三二一停。看一下这位幸运观众叫云九范，云九范，恭喜你 DY30283173。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路人王的一个精美周边。这样的话刘洋犯规直接送周瑞罚球。对、啊、罚球还是1+1，罚进第一个球才有第二罚的机会啊。而且刘洋已经三犯了。没有中奖不着急啊，我们后面那个还有抽奖，20万吧，20万再给大家抽啊。周瑞今天罚球稳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3中3、没有丢过。柳阳进攻，还是弧顶三分，漂亮，8-2，直接战胜周瑞，带走比赛啊。这就是前湖师大队长啊，也是长沙站冠军刘洋啊。确实这场比赛不好说，看谁手感好、啊、对啊。这时候我要说一句，刚才忘了说了，周瑞是我的压冠，似乎这个结果毒奶失败了。不是，这并不是毒奶失败啊，这是毒奶成功啊。哦，毒奶成功。也不知道我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不好。我是觉得你想反向毒奶的。没，不存在的。因为我看任何就是所有路上球员，我从来不存在我支持谁或者说我不支持谁啊，只是一个预测啊、很简单一个预测、啊、对啊。刘洋真的是今天带给我们太多惊喜了、看一下接下来是败者组比赛啊。败者组的第三场是孟亚东对战谭豪文，平常心啊，上来个战斗、啊，自从这个刘宇战投三分之后，很多球员包括今天谭豪文和孟亚东这两次也是接近于战投。大家可以刷弹幕刷起来啊，支持孟亚东的可以扣一，支持谭豪文的可以扣二。哎，谭豪文这种简单的机会竟然没有抓住啊、哎、对，谭豪文啊，不应该啊。曹勇还有比赛，还有的下一场打周瑞。孟亚东拿球，投篮有点软，投的啊，嗯，自己整个人这个有点泄力啊。感觉上方的话，现在孟亚东的支持率会略高于谭豪文一些，高一些，对。啊，哦，孟亚东，哇，好快！这球防的没问题，防的没问题啊！有人问胜者组输了可以再败者组打一次？是的，就是先看这球，小拜佛没问题啊。就是你在八强之后输两场淘汰，输一场到败者组还有机会。对啊。就是我们一个人会有两次机会，胜者组的。哦，谭豪文这球其实孟亚东防的不是特别严啊，支持率还是孟亚东要高一些啊。我感觉这个点赞也快到20万了啊。今天这个观众确实热情非常高啊，如果到20万的话就给大家抽一波奖。孟亚东按理说这个点他可以抛投了，有点多了，说实话，有点多了，刚才有点画蛇添足了。对，好，现在比分是2-0，时间是来到了2分钟左右，那我们是5分钟。这咋了？这是累了，累了，还是刚才磕到了？唐浩文也是两次亚军啊，现在。
有人问平常心有没有女朋友，这个得问娥皇。好像我是娱乐圈一样，我是见过，我在现场见过。嗯，还是那个吧，应该是。你这么问的，我也很尴尬，万一不是了呢？应该是吧，应该还是那个吧。哎，啊。看一下，刚才那个是不是转身这一下？嗯，好像是不是顶到肚子？你看，对，唐浩文左手对吧？嗯，摸着自己肚子，应该是顶到肚子了。对啊，刚也是有一个回放。嗯，漂亮，漂亮，三分，唐浩文3-2啊。这时候不能给三分啊，唐浩文。嗯，一个穿裆，没有失位啊。嗯，给了犯规。犯规啊。哎，现在是孟亚东进攻，嗯，唐浩文防守。这么远的三分啊！讲真，投的也没什么问题啊。唐浩文放有点堵了啊。平常心三分线外一步其实也能投，啊，是。只不过这场没投过，突然来这么一下，我很难直接找到手感啊。还是走路突破啊！这胳膊长啊，平常心啊。现在是比分是2-3，也是我们败者组的第三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对，时间是快四分钟了啊。啊，这个战歌又响起了，现场倒搞得挺嗨的。嗯，对，啊。嗯，连续的拜佛。这时候其实唐浩文怎么都不跳。哦，嗯，进了。4-3啊。这咋了？这是？看到有弹幕在 Q， 得拖一下。平常心秀一波呀，啊，看来是平常心的粉丝。讲真，这时候。你要是他粉丝，应该说平常心，这时候别秀。对，这种时候都是怎么稳怎么打。对，啊，哇，那现在时间马上已经要到五分钟了。唐文直接来个三分，打进！哇，漂亮！战胜了平常心，唐浩文，啊，恭喜唐浩文！平常心拿到了第5名，嗯，啊，没有晋级四强，非常可惜。啊，对。看一下一个回放，嗯，确实这个，这唐浩文这球投的硬啊，对，俩人都进俩球啊，有三分就是香，也是有两次亚军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力。现在继续是败者组。哎呀，接下来是周瑞打曹勇，嗯，啊，我们败者组的第2轮的比赛啊。这是败者组的第4场。嗯。犯规。嗯。哇，2次。确实，曹勇我觉得打的没什么问题啊，利用自己的这个身高体重优势往里凿，嗯，啊。嗯，可以啊，这个造周瑞2次犯规之后，周瑞也不敢上抢了。对，不过我还是比较相信周瑞啊，周瑞毕竟是我的亚冠啊。啊，开始了，轻轻松松的啊，这比赛。周瑞，你别看就6个冠军，只要是他这个常人赛参赛频率比较低，嗯，啊，打的也相对比较少，啊，上次刚赢了白京在武汉站啊。是，那曹勇的话也是北京站的一个5强啊。嗯，对，一个三分就直接一撵回来啊，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对，啊，三分，哦呦，差一点。
弹幕在 Q 你说娥皇别奶了。哎呦，进球！那曹勇的话，现在比分是4-0，暂时领先。问题不大，嗯，周瑞一个三分就回来了。对，但是周瑞现在曹勇还放三分，这时候周瑞还能不进吗？哦、对不对？3-4了，周瑞让他投4个3分，他还能不进吗？再一个断球，是不是？对。我刚想说这场比赛，你觉得周瑞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犯规一次？啊，周瑞现在已经三犯了，犯满了。对。送曹勇罚球。对，曹勇罚球。这个时候我该说点什么呢？我还是不说话了，不说话，我就看这个罚球。紧张。我就看这个罚球能不能罚进了。对、啊，大家也可以把你们支持的球员打在弹幕上啊。这时候不说是最好啊。现在已经害怕了。嗯、看周瑞走左边，漂亮，漂亮。让四追五啊，战胜曹勇。嗯、这场输了，这个全怪这个曹勇自己啊。5-4，罚球没罚进，对不 对, 对？自己两个手打自己的头。啊、是，罚球没罚进啊。嗯。也是让我们恭喜周瑞。嗯，四强：唐日辉、刘洋、周瑞、谭豪文、嗯、啊。有人说到20万了，嗯，到20万了吗？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哦，就是打这个路人王篮球，打在弹幕上，然后就有机会抽取我们的这个路人王的一个非常精美的周边。嗯，来倒数吧。好的，路人王篮球，3、2、1，停。看一下这位幸运观众啊，看看是哪个幸运额。嗯，恭喜 ，AKA 兔子。AKA 兔子。嗯。649-648-43，看来是一个非常喜欢街头文化的观众啊。看一下，这是败者组的半决赛，对，啊、周瑞打谭豪文、啊。嗯，败者组的第五场。那如果说大家也想报名参加我们路人王篮球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小程序参与我们的这个赛事报名。每场的话也是有线下比赛的啊，大家也可以去免费进行一个观赛。嗯，觉得线下的这个气氛啊，还是跟我们线上比不了的，还是比线上要好的。对，2-0啊，因为大家一起看球，是、啊，就会感觉代入感更强一些。可以，没问题啊，这边各进一球，2-0，我们打5分、嗯、啊，2-2。哇、哦，这空中蹬了两次腿啊！4-2，周瑞展示自己非常劲爆的身体素质啊！刚刚的进球真的赢得了场上所有观众的一个掌声。看，知道谭豪文投三分，还是要这个警告一下，就是说，对，基地起球的时候啊，不能说这个双脚在三分线外去起球，哎，这种是可以，嗯，这种是 OK。你看，还是往里打，不上篮，这有点上头啊！这球该上篮啊，上篮肯定比强投三分机会要好、啊。还是执着三分吗？来看一下，这完全没必要呀！哇，三分，积极独立啊！哦、这个球空篮机会不上篮，非要投三分，完全没必要啊！这球啊，还是要稳扎稳打一些。为了说直接有一个这种搏命强投三分能力，连这种空篮2分都不要了。对。最后被绝杀、啊、没问题，也是恭喜周瑞，嗯，降谭豪文第4名。嗯，这样我们最后的3强，唐日辉、刘洋和周瑞、啊、嗯，大家可以把你们支持的这个球员的名字打在弹幕上啊，然后我们屏幕下方也是有小橱窗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商品的详情。看一下这个刘洋对唐日辉啊，这是长沙本土的这个德比啊。哇、哦，刘洋今天打得非常凶啊，很精彩的一个。
一上来直接打成一个二加一啊。对，那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决赛了。嗯，第一次应该是给个警告，对，啊，第二次是给气。嗯，那我们决赛呢是打11分钟，然后唐日辉现在犯规一次。嗯，现在是胜者组决赛啊，对，是限时7分钟打7分，累计3犯罚篮。嗯，看一下刘洋强投三分啊，太难了这球啊。嗯，看到有人在吹这个湖南科比。刘健今天是也是没有拿打来打我们比赛啊。对，哇，这身体对抗，哇啊，还是有点激烈的。这刘洋刚才顶了一下，说：“哎，缓一缓，缓一缓，慢一点。嗯”唐日辉也是我们的一个签约球员。嗯，可以，非常扎实啊！哇，4-0啊！4-0，暂时领先。嗯，这都是怎么说啊？这个都是经常在这个3秒区这片球场练球。对，啊，也都是非常熟悉，都是本土作战啊。嗯，也都想在这个本土去在球馆里挂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啊。是。嗯，上下步漂亮，漂亮，6-0，6-0，而且两个人对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6-0了啊。对，很刺激。刘洋刚赢了周瑞，现在是6-0零封着唐日辉。嗯，现场补位参加啊。是。嗯，犯规，给了犯规，双方各一犯啊。嗯，唐日辉的身高是1.85米，体重77公斤。然后刘洋的话呢，他今天是一名补位的一个选手啊。他的身高是180，对，85公斤。两个人的身高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啊，唐日辉稍微高一些，1.85米。刘洋直接弧顶三分啊，嗯，差一点。而且唐日辉也是我们这个路人王的一个十冠王啊，长沙街球领袖。嗯，刘洋是一个冠军，之前刘洋也是前湖南师范大学队长，啊，对，在湖南的这个野球圈也是非常有名气啊。嗯，哇，这干拔，哦，漂亮，难了，哎，有了啊，已经连追5分了。嗯，唐日辉有机会了啊。就是敢不敢投，敢不敢投，没投，选择一个中投，刘洋，哦，中投漂亮，漂亮，真硬了，还是稳的啊！这样刘洋战胜，恭喜刘洋啊，晋级决赛。嗯，刘洋真的是今天给我们带来太多惊喜了。嗯，觉得就是还是要选择中投会稳一些。嗯，你看各个基本功用的都非常扎实。嗯，啊，转身中投啊，这个上下步呀，啊，急停中投啊，突破左手上篮啊，都有。哦，漂亮，技术确实全面啊。看一下，而且刘洋还是一个控卫。嗯啊，这个回放也是让我们看得非常的过瘾。嗯，接下来25万给大家抽奖啊，大家可以积极点赞我们直播间，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现在是21万啊。嗯，还差4000。看一下现场，应该是还是要休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今天的五加球呢？啊，有没有五加球呢？嗯，嗯，给大家放一下五加球。对，还是有五加球的。那这个五加球的话呢，也是没有顺序的啊，大家可以投票。嗯，看一下，哇哦，漂亮！这第五个是周瑞，对，啊，一个拉杆上篮啊。第二个还是周瑞。嗯，啊，哦，两个镜头，精彩镜头都是这个周瑞的。感觉他的跳跃也是非常的。
看一下这个变相啊，这是第三个球，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这个镜头的数字扣到弹幕上、嗯啊、对，打在弹幕上。哇哦，平常心啊，看第一个球是谁的、嗯、哎，这应该是韩家乐啊、嗯、连续两个这个转身之后的左手挑篮啊，先一个变向胯下拉回，一个转身接第二个转身，对、啊、左手挑篮，非常精彩，确实漂亮啊。嗯，你看大家更喜欢哪个镜头，可以把数字扣到弹幕上。嗯、啊、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镜头的支持率最多。嗯，几最多一点，好像是二是吗？暂时是二啊、是二，暂时是二。第二个是周瑞的、嗯、周瑞是五和四吧、嗯、看一下这边，看一下来到了我们败者组的决赛啊，把二扣到弹幕上，然后我们从扣二的朋友里边给大家抽个奖品，好吧，大家扣起来。嗯，你来倒数吧。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数了啊，三二一，停。看一下，恭喜 Tracy 肖啊，12095261抖音号，恭喜你、嗯、啊。那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长沙站的败者组的决赛啊，唐日辉对战周瑞，也两名的话都是我们的一个签约球员。是，周瑞打唐日辉啊。嗯。两个人都是之前被刘洋打掉的球员啊，对，一个是十冠王，一个是六冠王。看、嗯、唐人辉是本土作战啊，可以打进二加一啊，二平啊。嗯，周瑞想直接来三分啊。其实确实，败者组决赛是怎么说，打到这个时候是最难受。如果止步决赛，没进决赛又没有机会去拿奖金。啊、是。现在哇，四比二。嗯，四比二。还叫唐日辉啊。哇哦，确实这个唐仁辉这边就没有唐豪文之前那么上头。对啊，还是先打进啊，稳稳的先把分拿着啊，四比四平、嗯、一上来是一个互爆的状态啊，将近一分半的时间里双方各进俩球、嗯、啊、哇，推人，推人非常明显，推人啊，这是唐仁辉个人的第二次犯规、嗯、啊。现在唐日辉犯规两次，周瑞犯规一次，比分是四比四。嗯，唐日辉适当放了一步啊。嗯。三分是给周瑞，到两分的时候还是稍微往上抢一下。哎呦，这都是无谓的犯规。又犯规了。轻易下手，送周瑞罚篮啊。周瑞罚球没罚进啊，周瑞，周瑞啊，我的压冠这么关键的罚篮，这似乎是还了之前曹勇一个，唐日辉打进，打进，六比四。哎呀，这个该来的还是来了，该来的还是来了，看一下刚的一个回放。哎，之前在这个曹勇那边逃过了一劫，现在还回来了。嗯啊，哇、哦，最后还是没有罚进，这样决赛是湖南本土德比，唐日辉打刘洋了、嗯、啊。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方出现了一个牌子，远投夺金，就是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五名幸运观众，然后来进行一个中场投篮。如果有一名观众投篮成功的话呢，我们就会带走这个奖金。如果说五个人都没有投进的话，那么这个奖金池呢会延续到下一场。对，看一下啊，这些人的这个其实。相比中场还是稍微近一点，是我们在我们的启动区，是，这一个三不沾啊。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然后可以点击关注我们这个路人王篮球，多多关注一下路人王篮球账号啊。不仅可以看我们的直播比赛，也能看到我们平时发的各种各样比较好看、比较有趣的视频啊。对。然后大家也可以为你支持的球员打 call， 我们可以就是在弹幕里面打出你对心中冠军想说的话或者是问题，然后优质弹幕的话有机会赢得路人王的一个精美周边。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互动。看一下，现在球馆挂了这个四面旗帜啊，陈泽文啊、刘健、宋刘轩、白金啊，对，两面湖南本土的，两面这个湖南这个非湖南籍的球员、啊、是。今天无论如何会有一位湖南籍的球员了啊。好了，这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啊。今天。到了我们的这个介绍商品的环节啦、那我现在手里拿的呢，这个是我们路人王指定的一个用球啊。如果你想像我们这些选手一样厉害的话，你就可以 get 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球。篮球，对，这个篮球的话呢，它是采用了一个 PU 的一个材质，然后它的回弹性也是非常的高的啊。然后这支球的话呢，就是不管你在晴天还是在雨天，在室内室外都可以去用的。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球衣。球衣也非常棒，那、也是我们路人王八强球员同款球衣。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红色其实同款，还有黑色白色、很经典的一个配色。今天本身价格是109，在我们直播间也是限时特惠99元，大家如果喜欢的可以购买一下啊。当然这个球衣和篮球两个绑定购买也是限时特惠，199元，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橱窗。我们有一个套餐、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只要109啊，然后大家可以199，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我们的这个橱窗去购买。是的，两个加起来只需199元。对啊，你要知道这个篮球单独卖就要卖109。是的，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场，决赛已经开始了啊。刘洋打唐日辉啊。对，之前是在胜者组决赛，刘洋是战胜了唐日辉啊。是，而且唐日辉跟刘洋之间，我觉得两个人实力都是相当不错的。是的，现在比赛用球就是小霸王手中拿的篮球，对、球衣的同款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这款球衣，我觉得这个、下方会有的啊。对，我们看一下决赛、这个球真的是非常不错，质感非常不错啊。刘洋一上来率先拿到两分啊。三分球，没有中。上来决赛两记三分都没有命中啊。对。现在也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决赛时刻了，还是相当激烈的啊，现场的气氛。唐日辉这是第一犯，应该是啊，第一犯啊。刘洋上一次拿路人王冠军还是2018年，是，已经是2年前了啊。漂亮，你看这基本功啊、就差最后这一下啊，突破这一下，右脚一个后撤蹬地，往左发力啊。像刘洋，包括之前我们路人王冠军陈海涛都特别喜欢用这一招啊。非常实用的一招。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把你支持的球员以弹幕的形式发送到我们这个屏幕上面，然后如果你支持刘洋的话可以扣一，支持唐日辉的话可以扣二。看一下双方的支持率啊，这是我们最后的决赛了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刘洋的支持率很高啊。刘洋支持率要高一些啊，暂时来说。对。
直接来了，刘洋三分啊，稍微打了一些。刘洋今天其实啊，按理说刘洋其实相对来说在这个非职业赛场成名的时间是比唐日辉要更早的，但是可能现在很多看我们比赛的这种观众，年轻的球迷可能对刘洋还不是特别了解，他有可能像五月份刘健一样，就是一战成名，我觉得这是对于刘洋来说今年最好的机会啊。刚说完三分还是没有啊，3-2，嗯，毕竟也是阔别这个大学生赛场好几年了啊，是感觉现在支持率现在已经慢慢追回来了，就是因为现在唐日辉领先了，对，啊，看比分投，对，一个人也可以刷好几次啊，这球哎，漂亮漂亮，4-3，身体还是硬啊，而且造成了唐日辉第二个犯规，唐日辉还是三分，哦呦，差一点，这决赛有点这个特别迷恋自己的三分，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其实突破突刘洋下盘稳，不是特别好突啊，没问题这球，现在是唐日辉进攻，就看刘洋丝毫不会因为这个唐日辉的这个三分手感下降，对，而这个放比较多的距离，还是贴得比较紧啊，还是切得比较紧，哦，不给特别多的这个出手空间，是，他这三威胁，两个人三威胁其实做的都还不错，对，漂亮，7-3，刘洋，这真的是要复制刘健五月份的这个神器，也是整体水平不错，也是补位参赛，我只不过刘洋今天不一样，是他到目前为止一场都没有输过啊，你看马上这个扣一的开始多起来，对，就是大家是看着这个比分走的啊，是啊，比分这个很明显刘洋现在领先，而且领先4分了，慢慢的这个刘洋这个能量条就越来越多了，是，啊，他真的是今天再来一个三分太多惊喜了，哇，差一点啊，今天带给我们太多惊喜了，确实这个湖南你看接球这几个这个唐日辉啊，宋刘轩啊，打的都不错，是，然后打野球这几个之前学院派打的也都非常不错，你像刘洋啊、刘健啊、李波啊，对不对，都是拿过陆上冠军，没错，只不过这几个球员相对来说就是出湖南打比赛打的太少了，是啊，其他省的这个球迷啊对他们了解程度相对比较少，对，但是我觉得刘洋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太圈粉了，现场的观众也是在喊刘洋的名字，刘洋还是有机会的，三分球，哎呦，这咋投出三不沾了，这是啊，唐日辉确实啊，对他来说其实从上一次这个常规赛决赛就可以看出来啊，是他的体能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而且今天唐日辉又是从败者组打上来，对，多打一场比赛很累，一路打上来的，一个后撤中投，刘洋，哎，继续命中，9-3，就差两分了，是，啊，我觉得现在只要再稳稳的再拿两分，就可以直接带走比赛了。是啊，有三分，有中投，有突破，啊，确实非常全面啊。对。虽然说这个湖南科比是刘健，不是刘洋，但是其实刘洋也算是一个科比门徒嘛。之前也是在很多社交媒体看过他跟科比的合影啊。是。也是具有曼巴精神的一位球员啊，5-9啊，你看很明显是不是唐日辉得分这个扣二也有一些人了，还是有机会的唐日辉，对啊，而且现在我们决赛的话是打11分钟啊，虽然刘洋现在暂时领先，唐日辉还是有机会的，大进，哎，有了，9-7了，现在对，啊，大木刚在 Q 说就是一颗球，唐日辉好像没有体力了，啊，对，他是从败者组打上来的，所以说对体力要求会更高一些，对，刘洋现在就一颗球了啊，就一颗球啊，
小拜佛直接过奖了，恭喜刘洋，恭喜刘洋，不畏参赛成功夺冠，也拿到了个人鹿茸生涯的第二冠啊！而且没想到他能够今天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补位，是，作为前湖南师范大学队长啊，在2018年拿到鹿茸冠军之后，时隔两年重新夺冠啊！当然，其实他这两年参加的次数确实是屈指可数。对，而且今天又是以一个补位的身份，看一下这个回放。唐仁辉最后太累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对啊，确实，决赛双方谁拿冠军都是实至名归啊。两个人都是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对。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路人王篮球的直播间。是的，那刚刚比赛，我们看的也是非常的激动啊。然后今天鹅皇毒奶失败了，毒奶成功了，怎么又失败了？啊，毒奶成功了，怎么又失败了？反向毒奶，我一直以为你反向毒奶。我从来不反向毒奶啊！我再说一遍，我从来就是路人王里边我没有支持以及没有讨厌的人，对，我都是非常中立的在解说比赛。对，但是今天刘洋的出现，虽然是作为补位的一个选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他非常精彩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上篮啊，一些技术。是，其实我跟刘洋其实大概应该已经有一年没见了，我去年是在这个我们鹿茸王首次奔袭活动湖南师范大学站是跟他见过。他其实平时也是一个比较谦逊的人，是，就是他参加这种街头比赛相对来说次数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他们几个人之前也了解到，就往往其实不知道什么时间去报名，什么时间去怎么说去抽签，包括他们野球也比较多，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赛程也有冲突。我也之前经常叫他，我说你多来打一打，他就说好，有机会打，有机会打，老也不打。今天确实算是一个惊喜。对，他今天拿到冠军，拿到15个积分，也是非常有希望通过积分前24的形式进到我们的季度的锦标赛，也是希望他能在季度锦标赛如果可以来打的话，可以有一个好的发挥。我觉得他也是给了你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想到他能参加。惊喜。但其实我赛前我跟你就是我们在对的时候，其实我也说过，就是长沙站往往就是一个给人惊喜的站点，你不知道这一站会有什么样的球员去补位，对，去参与我们比赛，就像一盒巧克力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口味的。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推的产品。对，那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我们鹿人王篮球的一个指定用球啊，我们赛事的一个指定用球，手感非常好，这个不硬也不滑。这个我手里拿的是这个鹿人王八强的球衣，大家看到刚才两位球员穿的是红色和蓝色，其实我们有四个颜色配色，还有黑色和白色。是，然后也是我们一个官方产品啊。这个篮球的话呢，是你在室内或者室外晴天雨天都可以去用的。对，这个球衣的话其实也是啊，这个本身原价是109，我们直播限时特价是99元，喜欢朋友也可以去点击购物车下方购物车去购买。没错，当然这两个产品一套的话也会限时特惠199元啊。对，我们会以一个套餐的一个形式，比如说你可以穿着这个球衣然后再拿上这个鹿人王篮球，我觉得你就是全球场最靓的仔。是的，而且这个球的话它的弹力回弹性各个方面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非常不错，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购买啊。对，拿上这个鹿人王专属用球啊，穿上鹿人王八强的球衣，你就是鹿茸王八强级别的球员。对，好，大家也可以点点关注哦，关注一下我们。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赛程情况。一起来看，来看一下过往赛程的一个回顾。11月11号沈阳站的冠军是孟亚东，11月13号杭州站的冠军是柳阳杰，11月14号重庆站的冠军是柯宇晨，11月17号长沙站的冠军是刘洋。那么我们也会在下一站，也就是11月20号到达我们的深圳，那11月21号呢是成都站，11月24号是济南站，11月27号是南京站，下一站就到深圳了。是的，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赛程啊。对，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下场的一个焦点球员。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看。陈泽文身高1.86米，体重73公斤，积分是51分，奖金是21800。鹿人王的21冠王哦，也是我们的答案。
孟亚东身高1米91，体重88公斤，积分的话呢是56分，奖金的话呢现在已经到了17200，也是路人王的一个17冠王平常心，也是我们的签约球员。是的，孟亚东，这是我们前两位的焦点球员。我们看下一张，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焦点球员张家元，身高1米86，体重89公斤，积分的话是8分，奖金的话是4000，路人王广州站的冠军，然后他的昵称叫做迷弟。是的，许涛身高1米85，体重80公斤，积分的话呢是8分，奖金的话呢是3200，也是路人王的一个3冠王，他的昵称叫做牛蛙人。这是第二张板子啊，其实这两位球员张家元和许涛都曾在秋季的常规赛拿过亚军，对，也都有8个积分，他们也是希望在这场比赛取得尽可能好的成绩，来拿到一个季度锦标赛的名额。其实许涛、牛蛙人在上一个夏季锦标赛都收到过这个路人王官方邀请，不过当时因为脚部的伤势没有来到我们的季度锦标赛，非常可惜。而张家元之前也是因为一阵的伤病缺席我们比赛非常久的时间，上一次在广州站刚刚拿到亚军，非常可惜。所以说他们两个都希望在下场比赛有好的发挥。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在接下来深圳站的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是的，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赛后的一个采访环节。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呢，今天我们2020长沙站啊路人王长沙站的比赛刚刚就此告一段落。那旁边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冠军刘洋，那刘洋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刘洋，来自湖南长沙。行，那今天有很多的网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到你，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成功夺冠，你的心情现在是如何？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因为上一次长沙站很火爆嘛，然后也是最终只取得第3，然后中间有几次时间上也错开了，然后今天还是补位补上来，所以也是运气吧，然后加上就是看到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态度，所以一开始本来有点感冒，说就是随便打一打，就后面看到大家都这么认真，自己也把自己状态也逼出来了，就是这样。行，明白。那你还会去就是别的站去继续来参加路人王吗？这个得看时间，就是有时间的话还是非常乐意参加这种比赛，因为首先非常享受路人王这个平台，然后有很多观众也非常非常非常就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平台，所以也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去展示自己，有机会的话会多参加路人王的比赛。有什么目标吗？其实最早的目标，其实我很之前，当时建哥那是第一次把那个锦旗挂在这个3秒区的球馆，当时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也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这个球馆里面，因为毕竟也是主场嘛。明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其实有很多的强敌，那哪一位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为什么？其实瑞哥印象最深吧，因为小辉相对于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平时经常都不知道，就是没事我们就会打，然后像瑞哥从武汉过来，因为他说他要保卫武汉，那我们要保卫长沙，所以特别关注瑞哥，跟瑞哥也是拼尽全力较量了一次吧。那也非常恭喜你今天成功的捍卫了长沙，也谢谢刘洋，先去休息吧，多谢多谢。好，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来镜头交回到直播间。好的，欢迎回来。刚刚也是看到我们刘洋受到采访，说他自己前段时间刚得了感冒，还是来参加这个比赛。是的，确实这个生病的状态下还是拿到最后冠军，也确实硬实力比较硬。对、刚才说这个之前看到了好兄弟刘健的旗帜在这个球馆上挂，自己目标今天也是实现了。是，我觉得他说他下一个目标可能暂时也没想好，我觉得他如果有机会能来季足锦标赛的话，就对于他来说如果能走得比较远或者走得更远，是也可以说算他接下来一个小目标。对、而且他今天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了、很扎实，有3分、有中投，能突破，包括防守端的表现也是相当在线的，也是希望他在之后的比赛中能发挥得更好啊。对，我们接下来的深圳站会是在周五的
时间给大家同一时间7:30奉上，也希望大家同一时间到时候能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嗯，是的。好了，我们今天比赛就到这儿，大家拜拜，拜拜。